你把儿子放在中间，把妈妈放在左边，把相亲对象放在右边。放心吧，你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话说的倒是挺好，妈妈对他一见钟情。但是儿子为什么一脸讨厌他的神情？这是相亲还喝这个？他的手怎么了？受伤了？你把继父放在沙发上，妈妈放在这儿，儿子放这儿。哼，这点小事都干不好，还不赶快打扫干净。自从找了新爸爸，家里就没整洁过。我去，这是原形毕露了，给家里造成这样，全套都打漏了，他是拳王啊。妈妈身上的伤不会是他整的吧？这没少喝呀。电视也碎了，竟然把孩子吓成这样。呸，渣男。你把继父放在床上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再把儿子放在这儿，来把这碗骨头汤喝了。这是长大了，虽然不是亲的，但也会好好照顾他。这怎么有个句子，儿子笑得这么诡异？这包是什么谜？啥意思啊？他都快成木乃伊了，绷带都快用没了。我操，这腿怎么没了？这瓶子上好像有东西，不会是那个吧？他活该。